众朋友，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防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志沈所长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包括了文化大学国法所教授陈松新老师。跟我们谈什么呢？在这两天的国际大事当中，依然围绕着已经重返 2.0 的川普，因为身为美国总统的当选人，他川普呢25号在社群媒体当中呢又做出重大宣布，他说美国要对中国的产品在既有的关税方面的额外再加征10%的关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个麻醉剂这些非法的药物已经大量涌入到美国。他说要对这个墨西哥包括加拿大所有的产品要加征25%的关税，理由是流入美国的移民跟毒品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当然我们这个消息我们看到引发的美元汇率的一个进升的攀升啊，那么美元这个对离岸人民币呢已经升到了7.25人民币以上了，美元对包括加拿大币、包括墨西哥比索跟澳币的强劲升值之后呢，我们看到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已经超过1%。好，这一些现象面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提出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当川普对中国这个关税哦说要加征，本来是说加征60%，现在说加征10%，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吗？川普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可是今天拜登总统也做出一个重大宣布，就以色列跟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政治跟军事组织真主党呢也都说呢拜登宣布说双双接受美法两国的未斡旋的停火协议啊，这个协议将在27号生效。所以呢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未来怎么情势发展呢？来，两位来到我们现场，来，松新老师晚安。小金晚安，大家晚安。好，所长晚安。小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所长你先来好不好？好，怎么会60%到现在变成10%？这怎么一回事啊？我想对一个还有大概不到两个月要就任的总统，然后他在个人的社群媒体发言，然后引起美元的上涨，就知道说这个川普 2.0 其实是威力非常强大的啊，因为他还没就任。但是他提到未来这个有关关税要涨10%，对中共就有很多不同想法。第一个，的确这是很有效的武器，然后整个美国社会或者是国际都会关注这件事情。第二个，大家就会关注刚才小军讲，你原来是说60%，那现在10%，它可能会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就是说，这是可以交易的，你喊60%，我可以把你砍到10%，因为过去的确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就是川普本来要求某个国家说要100亿美金军费，但是后来变20亿美金，后来他也接受了。那是不是代表说未来他就用这样的模式，我先喊一定的价码，然后等你接受，如果你接受的话，也许我就可以接受大概剩下1/5的这种价钱哈。那当然这个是川普他自己主动说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10%，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说原来是这样加了10%之后，对中国的经济或对美国会不会产生影响？因为很多人说你加人家10%的关税，那这些东西卖到美国，那你美国就要增加更多的成本来买它的原物料或者是你的成品，所以可能会被造成通货膨胀。那当然其实我们从这个川普 2.0 他所提的这个政见来讲，或者其实在第一任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是让美国的劳工增加工作机会要比买东西增加成本更为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从这次的选举来看，中部各州大部分都是支持川普的，那怎么样提振美国的经济或者是怎么样的提高这个劳工的就业率，那当然就是很多的企业回到美国投资就变得很重要，就增加美国工人的机会。那现在川普就用关税这个武器，希望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或者是呢到墨西哥去投资的这个其他国家的企业，包含台湾的鸿海等等，到美国去投资是啊。那另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除了这些企业之外啊，那当然比如说像台积电啊，他也希望说更高阶的啊，然后能够到美国投资。当然这里面很多不同的成本换算，因为台积电说如果2纳米的到美国投资恐怕会造成美国的亏本，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计算。那鸿海的刘安伟他也说现在还在讨论阶段，意思就是说是10%或者墨西哥25%可能还在谈。因为我们看到墨西哥或者加拿大他的反应说你叫我关税我要叫你关税啊，重点是目前川普还没就任，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1月20号就任，那么算起来其实也有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时间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这让我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只是一个叫做前菜吗？
小菜一碟，我先让你10%看看你会让到什么程度。那么关税过去曾经被拿来当成谈判的一个筹码，这是第一个思维。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呢，他也是狠话说尽，可是到后来在实质面当中，我从产业界了解，后来川普还是有私下开了后门。所谓开了后门，就是说在美国当地的产业，你只要能够证明你所需要的这个产业呢是没有办法无可取代，我必须从中国那么进口，那你只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申请之后 OK， 你就免除去重重去加上这个关税，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别无他法，你只能从中国进口。所以很多人就以这个路径里头认为川普你后来说要加重关税，其实还是走了非常多的一个后门了。所以我这个地方就想请教了，怎么样去解读这个10%，以及未来他的一个，因为他人事现在陆陆续续公布嘛，对中的战略里头看得出来，以现在人事布局是走什么样的方向吧？宋欣老师，我首先解释一下啊，这个所谓的10%本身啊，应该是针对毒品的部分啊，因为其实，在第一次的关税战里面啊，那么他对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里面，本来大概是7000多亿里面啊，大概不到一半，您讲第一次是指他第一任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对，所以他目前呢，其实在科的关税里面的，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科，大概是差不多40%几的项目有被科税。那么这些关税本身大概就是最高到25%不同的商品，所以基本上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适用原则啊。那么他在竞选期间里面，当然有提到了10%、20%跟60%，但是这个今天所宣布的这个10%啊。应该是说针对毒品的部分，因为那个拜登先生在他这个主政4年里面一直是主张是说要跟中共保持对话，对，那么川普的可能感觉就是说跟他对话没有用，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其实这个川普跟中国的关系啊，在第一任里面是有变化的啊，他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愿意拿来当做筹码谈判，但是呢在这种 COVID-19 之后，那么造成美国那么无数的人啊，不管是说各方面的死亡或其他的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伤害，他认为中共的病毒是他落选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他从此以后对中共是没有信心可言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刚刚提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可能的主要的这个人选的部分的话，我们先看到他的经济对策有好几个关键啊。不过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在分析他第一任的期间里面做的决策啊，如果他很忙的时候，那么这些主管的内阁阁员可以决定很多事，但是呢，如果他今天这个事情是他很重要的话，你必须要跟他先讲好。而且呢，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你们讨论好了建议是一件事情，是，然后呢，最后到他面前讨论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最后跟他讲话的人影响力最大，那看看是谁讲的话依谁。然后他们美国的那个第一任的这些阁员们都有个结论，川普最后要决定跟你所前面所做的所有的讨论都没有关系，所以要看他有没有兴趣去做。那么这一波啊，我们看啊，他有影响经济政策的，包括经济部长，他是主管对外的金融经济事务的谈判的啊。那么 Basin 本身这个是很强的一咖，另外呢，今天也宣布了，可能是国家的经济委员会啊。那么这位也是一个老手，以前在白宫里面担任副顾问，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新的谈判代表。那Greer 他本身是在 Lighthizer 本身的那个 Chief of Staff， 很资深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看这几个成员包括他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等等在内，这样看下来的话，基本上恐怕对于中共都是鹰派的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的幕僚在形成这个政策的过程里面对中共要友善可能比较难哦。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因为刚刚提到这个10%的问题哦，我其实有准备一张表给大家看哦，就是说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等于是说我今天还没有上任，我先喊话，然后我就是说你因为这个毒品的部分你没有有效的防止，我10%的话，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在 GDP 的影响到底是对他明年2025年立刻下来 0.25%，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子啊，因为他现在经济增长率啊，如果运气好的话大概全年是 4.8%，
那么第三季的时候是 4.6， 当然他们第四季在努力做数字之中了啊，但是这个 0.25 啊就是一个警告的意思，因为这 10%， 不过这 10% 有一个差别点，因为它是对所有的进口，也就是说这 universal 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的商品我都是进口，跟它原来是选择性商品的课征 10-25%， 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而这个数字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对墨西哥如果课征，墨西哥是影响很大，可是对美国其实影响不大，因为美国的经济它是很多元。所以我这边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啊，如果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位就是新任的财政部长，这个是在耶鲁大学教经济学的，而他是大咖哦。然后他以前在索罗斯底下做事，他自己开了一家哦 hedge fund。他讲一件事情很重要，他说哦，我们要迎来某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秩序大变局，我希望参与其中，我研究这个问题。这表示一件事情。我们这次看到川普带来的川普 2.0， 就是全世界不管是说全球的治理、经济安全事务还有贸易全部都在改，那个节目要演下去要演很久。那这里面、我们知道它有几个重点，它就当然大家都说我要执行川普的减税政策，这个也是有关系的。跟大家讲一下 G7 的协议之下，全球同意是说大家的公司税、企业税都是 20%， 是因为避免有人跑到爱尔兰跑到哪里去啊、川普说没有，我要 15%， 那你就是比别人都低，你就是要把这些企业的生产吸引到美国来。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还讲到一个也跟我们有关的，要维持美元作为世界储蓄货币的地位，那个跟人民币是基本上就打起来。所以这样讲啊，这些人都很清楚他要干什么。那如果说我们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来谈一下，是说未来是什么一回事啊。我刚刚讲 60% 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智库、你认为 10% 只是一个前奏而已啊，就是后面还有第二部曲第三部曲会紧接着会上，就刚刚小金讲了嘛，这是前菜一碟而已啊、这个真的是 main course 还没有上来，所以接下来还有的看啊。那因为我们讲啊，在差别上就是说拜登的时候主张是说要对话，要 manage competition，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中共做这种 manage competition 跟 dialogue 是浪费时间，所以呢这个是没有效。另外一个当然是说拜登的任内里面对美国加大投资，包括我们讲说基础建设法案啊、晶片法案啊、那么通膨降低法案，这个都是产业政策。那我们还不知道是说这个川普上来之后这些政策他要不要持续，我们很难想象他不持续他的半导体或产业政策，因为这对美国有利嘛。但是可能他会改变的是说原来跟中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因为我们这样讲，拜登认为是我可以跟中国竞争，可是呢我看川普先生看不用竞争，直接把他打败算，所以这里面变动可以是很大。那另外当然美国国会有几个法案正在运作，不管众议院或参议院，这个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中国经济现在主要靠出口啊，出口如果被打击的话，他可能经济会有崩溃的危险。的确哈，我觉得老师点出这一点跟这个所长所洞悉目前这个形势里头，也隐隐约约再次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在对中战略方面跟川普过去2016年跟现在对中战略，其实你仔细去盘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果你的定调认为是一个竞争者的话，我就是不断的就跟你沟通，不断跟你对话，叶伦去啦，这个包括他的国安顾问啊，布林肯都去了，可是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其实看起来非常有限。可是如果川普定调，其实中国崛起中的中国不是把我当成主要的竞争者，而我也结束过去百年对你认为可能透过了经济的一个崛起之后带动了民主化，我也放弃了而且错误的政策，我现在认为你其实是要摧毁，你要歼灭美国在这个经济大国里头所扮演的角色。那当然美国要定调的是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我认为你就是我最主要的一个敌人，那这个战略其实不太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过去拜登政府的那个效率跟川普要的效率是完全完全不一样。我也相信因为川普曾经用这个关税当作对外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那这次是否有说到做到呢？以目前的人事布局跟他所摆开的阵仗来讲，如果真的是小菜一碟的话，以中国现在内部的情势来讲，真的没死可能也变成半条命，甚至连半条命可能都没有。来，所长，
刚才提到说前菜哈，但是如果说他已经上任，已经开始他的执政的运作，那也许是全菜。我觉得他这时候抛出10%，有一点是测试性的。测试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丢出这个之后呢，各国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啊？尤其是你丢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个合理化的借口。所以刚刚陈教授有提到说，针对毒品，它其实包在一起的，譬如说芬太尼。中国的原料，然后透过墨西哥、加拿大，然后进入美国的境内，所以变成这次公布的这个加税就是中国、墨西哥、加拿大。但除了这个毒品的处理之外，当然，譬如说促进投资，我刚才提到的，就让你这个在墨西哥投资的亚洲的这些工厂，然后转移到美国啊，或者是呢，在中国然后转移到美国等等。那另外，它又结合了非法移民的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总统，他就说，现在非法移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大篷车到边境，那他等于说。一个10%的关税，25%的关税，它结合了很多美国现代的政策，既包含经济的问题，也包含非法移民的问题，还有促进投资的问题等等。等于说，他习惯用关税这个东西来包装很多政策以后呢，强迫其他国家屈服。那就回到刚刚小俊提到的这个拜登政策，因为他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者。那你如果面对战略竞争者，你要做什么？当然，第一个是维持自己的优势嘛。第二个想办法让你的对手竞争优势降低，所以才会有科技制裁。但同时一方面呢，因为中国向外扩张，它要避免它扩张的，譬如说南海、台海、东海、中印边界爆发冲突，爆发冲突以后呢，让美国卷入战争，卷入战争以后就不是竞争了，就变成你死我活，变成美中之间爆发大型的战争。那我想以目前这个时候，美国因为俄乌战争，因为中东的冲突，他不想跟中国发生战争，但是他同时也警告中国说，你不要以为我在忙着东欧、中东，我就不会 对你怎么样，所以警告你不可以发动 侵略、所以警告他，同时又维持战略竞争的态势，我想这是拜登他的政策。那就中国来讲呢，他有没有能力跟美国竞争啊？那当然就是从 COVID-19 之后，它的经济下滑。那另外呢，因为军队的贪腐，我们看到这两天，英国的《金融时报》说，董军他们的国防部长也因为贪腐，然后被调查，是或者是他们的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啊，而且这个媒体描写的活灵活现，说他在中央军委开会，然后就被带走，而且还戴上头套啊，因为这两个都是海军的。那如果火箭军的贪腐完，现在换海军贪腐，那最主要这些军种都贪腐，那你怎么跟美国打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普也看到这样的情势，你经济现在就是趁你病要你命啊，再来呢，你也打不过我，我现在我强化我的这个军力的准备，然后我给予我的这个印太的盟邦很明确的战略承诺。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是带动美国的军力的强大，然后提升美国经济的发展，那当然就是符合他当初第一任的目标嘛，让美国再度强大。是，但是中国也不是吃素的哈，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经济跟包括他的国防呈现这个态势当中，会让川普在上任之后打的是顺风球嘛？这里头有军事有国防的一个面向，当然因为在这个关税祭出之后呢，我看今天包括了美联社跟纽约时报都提到，就是说如果川普的政策真的实施的话，会一方面让美国的物价可能会再度激增。其实美国的物价通货膨胀的问题虽然已经慢慢已经稍微舒缓了，可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一方面会冲击到美国多项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产业？这是因为最主要是外电，包括纽约时报跟美联社都这样的分析报道。以现在就是墨西哥、中国跟加拿大这三个国家可以说是美国因为前三大的进口来源国，所以去年我记得总共向美国提供将近有1.5兆美元的货物，这三个国家美国不是加拿大，包括了中国，包括了墨西哥，这三个国家等于去年一整年当中向美国提供将近1.5兆元的货物，包括服务等等。所以川普没有明白邀请三国来进行协商，没有吗？还是说这个可能会有？因为目前说真的没有办法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会把关税定位到什么样一个程度，真的变成一个谈判手法吗？其实加拿大内部当中似乎也透露一些方向，是说关
关税如果计划实施之后呢，包括加拿大总理呢杜鲁道主动去找这个川普通电话，而且一通就通两个小时，似乎也聚焦他们也很关心包括整个贸易跟边境的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些话其实都被现在美联社他们形容说哎，蛮有建设性的哦。来，这个老师，这个后续的你怎么样看在后续的一个发展，包括你刚刚特别提到对中战略性的问题，大家都想到一个非常长远的，川普很崇拜雷根，可雷根总统当时他任内里头就是非常有歼灭的，让这个苏联因此透过了经济问题瓦解。如果让美国再次伟大，你所崇拜的雷根曾经在历史上干过这种事情，难道川普你也会，你说是雷根然后穿谁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来，那个老师怎么看？第一点啊，我想这个川普啊，对他的两个邻国、啊、不管是加拿大或墨西哥啊、嗯、下重手，这不是第一次，上次就已经演出来过一次了啊、嗯、那么这一次当然就是另外一种的下马威。那很现实的，墨西哥新任的这位总统啊，确实立刻在这个移民问题上面有下一些的这个措施出来，阻止这个移民到边界去啊、哦。那加拿大当然是非常的依赖美国市场，那么基本上加拿大国会立刻可以讲是说非常的激昂，因为等于是要摧毁到加拿大的经济，它的出口都是依赖它。当然这是一点啊。第二点，我当然一方面也是要谈一下啊，我认定说美国跟中国目前的关系，或者是它可能形成的战略，比较有可能是新冷战的对抗、嗯嗯、这个当时我们跟那位现在被宣布是副、国家安全顾问的那位 Alex 有谈过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新冷战，他也同意我这个看法。我这样讲啊，刚刚一方面也补充对其他的区域战区的一些变动的看法在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在以色列的这个停火协议啊，基本上早就讲好了，只是说那个时候呢，纳坦雅夫去美国拜访川普的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啊，川普要求他在我选完之前，你不可以宣布停火，因为那时候先宣布停火对他有利啊。怎么可以把这个政绩做给拜登？对，因为那个对他选举有影响啊。第二个就是说，很明显的、啊，他对乌克兰的战争啊、嗯，他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度在，所以呢，很可能。下一任这个内阁整个就任了之后、嗯、那么川普政府其实很可能是全力对付中共、嗯、因为中共的经济下行其实对俄罗斯不一定是不利的、啊嗯、所以某个程度来讲这个确实很重要。那我跟大家提几个问题、啊、我觉得他在讲这个 60% 的关税、啊、虽然是一个可能的谈判筹码，但是呢也够吓人，这个人的个性不可能等到我上台，他没有那个美国耐性、啊、他就直接在没有就任之前，我已经开始在影响政策，而在市场的讯息里面，不管在外汇市场、商品市场，其实都已经在反映了、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是中共的官员说，如果你课征60%，你的通货膨胀你就挂挂了啊。这个是 PIIE 的一个估算啊。从这个结果里面看，虽然美国的通膨会立刻上来，但中国也会有问题在。中国是先通缩，然后人民币贬值之后，它的物价就上来了。可是呢，美国的通膨它有工具，不管是货币政策工具或其他的手段，所以对美国来讲它很快就可以把它压下来。所以对通膨来讲，来用这个来吓美国，我看应该是作用不大。那重点在于这个中国目前的经济成长很差，这个也是 PIE 的一个 model 跑出来的啊。这个红线就是说，如果 60% 他就任之后，一夜就任就直接他上台，一定会立刻的啊。你看得出来他的 GDP 的成长立刻下来这么多，你要晓得是说他现在啊，就是第四季大家在抢出口，美国在抢进口的过程里面，第四季的出口可能还很好，那也会带动一部分的消费，可是到了明年之后诱因都没有了，而且还有积极的效果在。照这个估算的话，中国的经济会立刻明年2025年下来一个百分点。是，如果它今年能够达到5%或4.8%，或者我们投资银行估计可能只有4.6%，一个百分点是很重的，因为中国自己算过，如果是下来5%以下的话，它社会问题就很严重。而对美国的影响，其实你可以看嘛，影响很有限，更何况美国目前在带领，也就是说新的经济部长他的33政策，他经济成长率要达到3%，通货膨胀要下来等等的，所以某个程度来
来讲，我觉得从这里面的模型去跑啊，包括就业的问题等等来看的话，美国人的智库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很充分，而且我们这些智库过去也都有机会大家交换交流哈。可以讲啊，美国这次对中国的贸易战一开打，非同小可。那么如果照我们有一些的印象里面，美国智库也有一些表达是说，这一次中国经济这么差，如果这个施展下去的话，中国经济落后美国的时间就会拉长，它可能拉到十年。你科技也停止，你看看最近的科技出口管制越来越严，资金也越严，现在美国政府里面还有新的法案出来，就是你投资在这个中国的科技行业被禁止，那听说还有更严格的措施出来，所以呢，美国是在资金面、科技面，那将关税全面性的在对中国施压。实际上呢，习近平最近这几个月，包括他的这个李鹏在内的国务院官员，表达的这一种方式是比较委婉的，换句话说，好像似乎想要让步。而且是听说试图能够跟川普有一个沟通的渠道，是上一任的时候他是透过他的女婿啊 Kushner， 那这一次是说，哎，这个很多人都不愿意来介入啊，因为 Kushner 跟那个Ivanka 好像这次比较脱离出来，而这一次的政策包括那个人选的挑选里面，听说这个川普的儿子啊 Junior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要记得啊，这个人已经快八十岁了，生活习惯不佳啊，所有的应该有的这种状况可能都会有，因此他的内阁的阁员的人选其实是很重要，那也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是蛮一致性的，会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姿态。那么对全球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错了一旦，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不行的话大家都会受伤。是这个老师言下之意，对川普这个变数哈，不可预测性，你认为还是非常的强啊？川普的大儿子的确应该从人事跟战略方面，对七十八岁的老爸爸扮演在此时此刻非常重要角色。但是如果以这个脉络来看，中国的态度，他真的没有筹码吗？您刚刚提到，除了现在的关税祭出第一波之后，前菜小菜一碟之后，可能后续还有重磅可能会接续而来，可是接下来包括了科技制裁的部分，贸易战略 也要上了，而且现在公布 的条文里头都看得出来，让中国实在是可能坐立难安。那中国呢，真的吗？会让步吗？可说真的，中国的让步所以都是一个包藏祸心，所以这中间中国到底会使出什么的战略，我记得所长曾经提到，这里头有没有人会穿梭，比如说 Elon Musk， 那老师怎么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其实Musk 他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说啊，他在中国投资那么多，他会不会当这个中间人，然后集中斡旋这个美国跟中共啊之间的贸易或者其他重要的议题啊。但是目前我们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这样，但是这次的从 60% 到 10%， 很多人说其实就是这个在华尔街的有些金融背景的，然后目前在这个川普内阁有影响力的人所提出来的啊，但这我觉得这不是退让，我刚才提到不单单是潜在，就测试你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你其实要提高关税，你要一个很正当性的理由，是你不能说我当选人我就要加你60%，不管什么理由，那他这次就用这个理由把加拿大、墨西哥纳进来，就是可见他要先解决国内的毒品的问题，还有这个促进产业然后转移到美国的问题。那将来如果说譬如说他我们大家说川普不可预测性，但是他就讲过说，你如果这个中国你要侵略台湾，我加你关税到200%什么，其实是有可能的。如果就这种可能性来讲，他就是可预测性，他的确可能说到做到，如果说你完全不听他的话啊，那所以我想这个中国目前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我譬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任的时候，他其实派了刘鹤跟川普政府谈判，而且谈判以后他的确是退让了，那也让刘鹤这个过去跟习近平非常熟的老朋友老同学被说成是骑墙派或者是出卖中国等等，命运非常惨，可见坎坷，对，可见其实他们没有本钱跟筹码去拒绝或者是强硬的反制川普这种关税贸易大战。好，那就拜登来讲，他所采取的就是科技制裁，那科技制裁我们知道说这个华为的这个手机里面被发现有台积电的7纳米的晶片，然后美国马上就禁止，
那禁止以后呢，目前看起来连俄罗斯的媒体都在笑中国，说你们现在用的是原始时代的晶片，因为你被制裁了、嗯、啊。所以第一个就是科技的延续制裁，目前看起来好像川普并没有很着重的，但是这个政策我觉得会持续的啊。那再来就是透过关税，他可能就是透过关税这个重要的武器，他觉得这个武器可以达到什么所有的这个目的。是，那我们还要看，因为除了10%，可能还会运用其他、嗯。那中国的反应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回击或者强硬回击力道。你说，中国要提升美国货物的关税。啊、但是美国它储备很多，比如说稀土，它要进口、或者是有一些东西要进入中国，提高关税，它的本身的这个市场的多元化或者它的储备，其实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啊、那看样子中国大概只能退让，但是我觉得中国唯一不能退让大概就是台湾的问题。也许在经贸、在科技，好吧，你要制裁我，听你的，好，我只要跟你维持很好关系。但如果你要在台湾问题上叫中国退让，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好，那就回到根本的问题，那台湾的问题，川普政府怎么解决、怎么处理？那你要求中国退让，或者是中国要求你说你要这个反对台独，你要怎么样？那美国会不会退让？那就会让我们担心说，以川普这种交易的个性，是会不会哪一天这个中国给他更多的利益之后，他会不会在台湾问题方面退让？但是以目前他所组成的内阁来讲，但可能性是不高的。但是刚刚陈教授也讲哦，他可能是听最后一个他见到的人的，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人跟他讲了什么哈。但是以目前的美国国家利益来讲。好，以目前的这个国际战略环境来讲，他的确要维持对台湾的战略保证跟承诺的。的确哈，他用的这一波的人事的背景啊，比如说以关税来讲，我看在法国的一个外贸银行的董事总经理，他是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希亚，在最近接受访问时特别提到说，中国的关税之所以被轻放，从60%变10%。那跟川普任命具有华尔街背景的内阁成员有非常大的关系、嗯、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看法怎么样，老师你先来好吗？那相对之下，我们当然刚刚看到对台海政策里头似乎目前为止吃下稍微有一点点的定心丸，这个定心丸可能我们只吃一颗而已，后面第二颗第三颗可不可以继续吃下去要看，因为从他的国务院，从他的国防部长，从他的国安顾问，哎，一字排开看起来很多都是被中国制裁，那么都是对中强硬的鹰派，所以在台海政策方面对台湾来讲目前为止当然都停看停，看起来是相当不错，可是就这一波对中国的战略来讲，跟他的新内阁人士里照道理应该是属于比较鹰派比较强硬的，那怎么会来自于法国的外贸银行这一位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会有这样的解读呢？轻放的结果就是因为你用了非常多华尔街背景的人。我事实上认为是现在啊、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推测了啊。那我先提出来一点啊，60%啊，其实对中国就是一个最重的一击。但是在60%之前，其实它还有别的工具啊。那么，更何况不管是华尔街的人也好，或者是他官员也好，我们自己以前曾经比较接近到决策层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一翻两瞪眼啊，直接你死我活，那太严重。但是我这边提一个啊，实际上这一次啊，美国的国会提出一个报告，是美中经济的一个安全审查委员会，1000多页啊，我。大致给大家都看了一下，包括跟台湾的专章啊，包括里面就是说把台湾视为这个 NATO Plus， 是就是在武器销售上面的一个比较宽容。这里面就提出来要废除掉中国目前所谓的这种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个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就是当年的 NFM 最惠国待遇。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在目前啊。如果说是他适用这个最惠国待遇的话，他在这个美国目前所有的进口商品里面的课税平均下来可能不会超过 2.5， 换句话说是很低的。那中国里面就有很多项目，我们刚刚讲到是说有一些被提高了10或25，但是有很多更多超过一半事实上是适用最惠国待遇的。那因此呢，如果把它取消掉的话，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个给大家看，也是一个智库做出来的一个估算。从这个估算哈，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经济啊，如果拿掉了这个 NFM 的话，直接下滑。
就算我没有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话，对，因为他的所有的商品如果都适用，所以呢，这个是目前这个提案呢、啊，已经在这个参议院里面中共委员会的主席有提出来。你觉得通过有悬念吗？我必须要说通过的可能性很高，除非有极大的力量进来，因为同个时间里面。啊、在众议院也有个提案，众议院的提案人是谁呢？就是 Marco Rubio， 就是国务卿的这个内定的人选。那这两个的提案呢，参众两院目前美国的氛围一致是反中的话，基本上没有人会挡，就算是川普也不会挡，因为挡的话太难看。那你是说对美国通货膨胀影响很大吗？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了解一下，美国通货膨胀也是一下子上来，因为进口的部分。可是呢，对美国来讲，它有替代的产品来源，所以它可以压得下来。再加上它有其他的工具可以使用。对中国来讲，你不出口到美国去，你最大的市场就没有了。嗯，那你出口到其他的开发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东南亚国家，那个是低价值的商品。所以某个程度来讲，这个对中国的情况会很严重。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谈一下中共怎么因应呢？第一个。就是转移它的生产基地啊，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转到墨西哥，转到东南亚啊，从这里面去看啊，其他部分你又出口到什么非洲啦、俄罗斯，那个帮助不大嘛。可是就是拜登政府卸任之前，他的谈判代表 Catherine Dai 在十月底的时候公开的场合讲，他们对中国洗产地的问题做了完整的调查，而且呢厘清了有四个认定的标准。如果你被认定了你是中国的产品洗产地的话，照样扣你的关税。所以某个程度来讲啊，这个洗产地的情况恐怕对中国的这个当前的这个帮助啊是有限制的。那这个对台商也造成困扰，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跟着、啊、来做这个中国加一的做法。第二个，中国可以那这个洗产地，我想请教，这里头有没有？因为对于中国来讲，我转移我生产基地，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战略手法。对美国来讲，也知道这个洗产地的部分，我也会想方设法帮你阻绝。有没有所谓的模糊地带？因为许多的产品都是国跟国之间的一个合作，我怎么样去界定？哦、oh, ，no， it's not made in China。It is made in Indonesia 或什么，这里头有没有一些灰色地带，这里面可以让中国可以因此可能成功躲过一些？这里面当然就是说要看美国的需求在哪里啊。嗯、那对于这种制造业的商品来讲的话、嗯，其实就比较难，因为越南的新任总书记跟墨西哥新任的总统都有公开出来讲，就最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出口到美国的很多是从中国来的，嗯、我只是贴个牌，甚至我就重新包装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对我墨西哥、对我越南的帮助不大，所以越南跟墨西哥都提出来要求，是说美国帮助我做进口替代 （import substitution）， 这是迟早的事情、嗯。如果这些国家进口替代的能力提升了，那中国的厂到哪里去也都一样，因为其实迟早他们都会起来。所以我是看法，就是说，可能对大部分的制造业的商品来讲。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模糊，所以才会说 USTR 直接定了我们是哪几个标准，让大家不用去猜。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影响是很大的。至少就转移这个生产基地来讲是这样。我跟大家再提一下，有可能是半成，过去是成品，现在变成半成品。过去你用 Made in China， 现在就挂你越南的国家。没有，其实他们有没有可能？其实他们现在到越南去的话，就是零组件组装直接出口、嗯、啊，所以基本上。那个原来是可以从中国直接出口的是一回事，目前大概这样。其中有一个我们看到墨西哥的情况，就是说汽车制造业基本上在墨西哥组装，在出口到美国是最近的。这不只是中国的汽车业，中国汽车业现在是另外一个泡沫。你们不要以为它电动车多好，它的电动车目前也是哀鸿遍野，它基本上包括比亚迪都是销价求售，卖一辆赔一辆。所以某个程度来讲，像日商也好像这一种德国汽车厂也好，他们的出口都一样会受伤。美国如果在拜登时代也许比较好谈一点，现在川普新任的这个 USTR 的代表出来，我觉得恐怕这方面美国还是相当程度会坚持在。所以洗产地的问题，我估计是对中国来讲转圜的空间也许有一点点，但是可能不大。但是美国这些官员，因为你都是在政府出来过的人，不现在是回锅而已，
他们都知道是说我们在做决策的过程里面必须要考虑到对美国经济跟美国目前的企业还有对美国消费者的冲击是什么，所以他会逐步的来，就像你看到拜登里面他在收缩对中国金融投资的时候逐步的收，他对中国的科技的管制是逐步的收，他们没有一下子就翻脸。当然川普讲话是会一次翻脸，但是实际上执行的时候官员会让他确保是说他是有比较有次序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西产地的问题。我再跟大家提一下另外一个大家要很关心的，就是我因为出口税受创，我直接让人民币贬值，我们目前就这样疫情，所以美元目前就是这个美元指数一直上来。是，那人民币呢，在他们9月24号宣布刺激政策的时候，人民币对美金是大概是 6.9 几对一块，是，那么今天早上开盘前就是 7.25， 那么实际上在离岸市场是 7.27， 我们必须要很正确的估计的话，7.3 应该就是守不住了。那有人在喊要到8，所以对中国是很两难的事情。因为我如果今天贬值过度的话，你想想看啊，中国的粮食80%靠进口，中国的能源80%靠进口。我今天如果贬值过度的话，我等于进口的所有的商品价格都要上来。更何况中国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很多当地的厂已经在加价了。所以说你看得到了，前面几个月中国用 deflator 来讲，中国是进入到通缩，连续五个季度，可是接下来到明年它可能是通货膨胀，经济不成长但是有恶性通膨，这个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影响就很大。所以说某个程度来讲，人民币贬值这个趋势啊，大概就是在年底之前大家在看最后一波，到了明年他就任了之后，恐怕人民币这个状况也是不太容易乐观。所以大家手上持有外汇部位包括人民币部位的人，大家必须要慎重去考虑一下你怎么避险了啊。是，那当然我顺便提一下啊，这个是中国一定要干的事情啊，他的因应贸易战，就是说各个国家给中国的建议，你要提高你的消费。我跟大家讲，中国在消费支出在全世界里面比例是很低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是说你是目前没有投资，因为不动产的关系，因为这个基建也没有了，那你要靠出口。你的出口到年底这一波，我们讲是在闭关税之前的逃命波，这一波出口完了之后，明年单子在哪里？我们现在听说美国的进口商一次要一年的进口量，我先囤积一年再说，那这一年你急着出货，当然有些的厂是急着出货，出完货了之后呢，那明年跟今年的基期一比起来，那不是更惨吗？那同时啊，因为他在那个这一次宣布刺激政策的时候，大家要有个理解，他手上有多少工具，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估计的中国的目前的负债，你从这个曲线里面去看啊，本来认定中国政府应该有的租税收入啊，是粉红色这条比较淡这条线，可是它实际上的租税跟这个非租税收入啊，大概少了10%，也就是说啊，中国现在的财政没有办法支撑，而且呢，它的负债因为又要发几个兆的债务，所以我们这个82chart里面去看的话，你会看得到说中国的负债其实在28年的时候，对 GDP 的比重超过美国，可是它的经济基本上是不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才讲说中国可能会很难避免。所以我跟大家再讲一下，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很难避免日本化，中国经济日本化，就是我们失落了30年。基本上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大家对中国目前跟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啊，是要很慎重看待。如果美国愿意能够有一些谈判的空间，缓和中共经济啊的 下滑或者崩溃的话，也许对世界不是坏事。是，但是如果说照目前的轨迹进行，照目前所提名的那个官员的表态，那么中国这一次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应该是很难避免。是，会不会走向日本衰落的30年了？目前当然不得而知，但是它的经济的一个挫败，经济的惨状，真的惨字一个形容，这个大势大概底定。那除了中国之外，长期来跟中国的一个经贸关系，长期依赖中国的周遭的国家，我相信这个蝴蝶效应通通也会受到影响。其实回到就是说，
美国再次伟大里头，因为在最近的 FED， 我觉得它再度让这个美元的汇率呢，美元那么成为一个强势货币的态势几乎是确定。但是全世界，观众们知道全世界交易最多的货币是哪一个货币你知道吗？应该是人民币。所以人民币这个态势里头到底打蛇打七寸，你伤敌七分，对于 美国来讲，人民币一旦是继续那么贬值跟重挫，那么美元成为一个强势货币，同时对美国带来的冲击是什么？我相信川普也会在两者之间做一个衡量。我只是刚刚提到，就是说当他对中的战略里头，让我们现在看出来他不是一步到位，好像是有战略性的。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一个是轻棒重棒，还是说真的是慢慢一步一步来？那有人就去解读，我刚刚特别提到这一位来自于法国的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个首席经济学家，他接受访问时，他是认为他大量用了华尔街背景的新内阁人士不无关系哦。我不知道所长你自己来看呢，因为这个战略里头包括也有对台战略还有对中战略，来所长。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谈的大概都是增加关税，但是我们也提到说他取消 PNTR 或者永久最惠国的待遇，他其实是一体两面，一方面就是你的产品我增加你的关税，另外一方面呢我关税约会给你取消掉，那这个其实都是针对中国。所以其实整体的对中国的大战略，它有军事、外交、政治或者经济。那经济你可以看出来，第一步就是增加关税，取消最惠国待遇，然后让你的经济竞争力降低，让你国内的经济的发展这个往下滑，好，然后国力衰退以后呢，你就没办法跟美国竞争，好，所以它整个大战略里面经济是第一步，而且经济第一步呢也结合了美国目前它的经济发展的态势，所以才会刚才您提到那个艾希亚才会说啊，这关税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政策而已，它在逼迫中国谈判或者逼迫中国让步啊，就是你不想变成最惨的这个停滞三十年这种状况，那你就来跟我谈，那你跟我谈就是什么样的产业你要怎么转移，或者是美国产品应该如何等等啊，所以这是美国的第一步。而且你看到川普他在就任之前就已经先讲好了，就好像上次我也提到说像中东的问题其实在去年纳坦雅胡访问美国的时候，川普就跟他讲说，你在我就职以前你中东战争要给我结束掉，所以你可以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他在清理战场，清理战场说俄乌战争现在已经开始，这个川普的那个人选说要请俄罗斯跟乌克兰准备上谈判桌，那所以双方现在积极的在譬如说库斯克，俄罗斯又增派兵力，希望能够降低乌克兰在那个地方筹码，然后乌克兰呢，当然他在乌东现在比较居于劣势，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排斥谈判，可是在谈判之前，为什么这两天看起来火药味双方面所寄出，包括什么无人机，包括就是希望在上谈判桌以前增加累积更多的筹码、okay。那我们看到这个在中东方面，这个以色列他答应跟真主党的60天的停火，其实以色列已经占尽优势，因为所有的大概重要的真主党领导人都被他暗杀或者用各种手段已经都杀光了，所以真主党大概也没什么筹码，而且黎巴嫩政府也感受到那个压力。过去也许川普还没当选之前也许动作慢一点，但是川普当选之后他要加紧的用他国家的力量去收缴真主党的武器，不要让真主党变成影响他跟美国重大的变数。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可以持续来谈好不好？好，我觉得中东包括俄乌的最新情势，对，好不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关税就是整体中国对美国对中国大战略的其中一环，而且是最首要的，因为这个最首要同时也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那最后我想请教台湾怎么因应这个状况？来，所长您先来，怎么因应这个状况？但它可以分大概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台商也有在墨西哥投资，然后他同时也要求说这个台积电在美国投资应该如何如何，因为他之前讲说你95%的这个晶片产业都被台湾抢走了所以要增加保护费。那当然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台积电在美国投资看起来很顺利，虽然刚开始有所谓工会文化或者是一些员工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没有在像在日本那么顺利，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媒体传出说他的良率比
台湾还高，嗯啊，但是当然它足以供应在美国的这个需求了哈。虽然它可能在美国生产比较高，所以看起来台积电在美国生产或投资这个比较没有大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在墨西哥投资，那这些厂商它要怎么转移？但是因为这个可能还没有确定，因为他是说刘扬伟说，哦，这个目前好像还在谈，嗯，这是地缘政治。表示说等到他们谈确定以后再决定是不是要转移投资到美国或者做什么样的改变等等。那另外我看到有个研究报告说，增加这个 10% 的这个关税，其实影响最大的，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越南而不是台湾，所以我想我因为这个其实牵涉到这个不同的产业在不同的布局，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产业出口。为什么是越南？因为其实我们譬如说我们已经有重要到美国去投资，或者是我们转移到其他国家等等，那它有很多不同的计算基准，但是至少得到客观的数据，它是说越南，那越南可能也会因此稍微调整它的政策或者强化跟，这个美国的关系，不是因此而受惠，可能西产地可以成功。当然也有人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会不会有转单效应？对，就是转单然后转到台湾或者是等等。但是晶片大概比较不会有转单的效应，但是其他的产业或许会有。我想这个陈老师经济专家，对，来听听老师您的见解，老师。其实我们在分析这个供应链的重组过程里面啊，不管是美商、欧商或者日商或者韩国的啊，包括最近这两年包括中资企业往越南走的部分或东南亚走，它事实上是有区隔的。比如说我到印尼的，我的重点可能是在盐物料的方面，在越南基本上就是组装的方面，那每个地方的影响数当然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越南确实因为对美国出口的成长很令人注目，所以它会是谈判的一个主要对象。但是美国跟越南之间有一些比较我们讲是说模糊的关系存在，虽然它还是个共产国家，但是美国需要跟越南有比较好的关系，某个程度的来讲在南海里面来相对制衡中共的一个扩张。所以这里面要看美国政府各部门整体上的协商的结果是什么啊。那所以说如果有机会是比较缓慢的转型的话，对台商比较有利，因为我们在过去这些年啊，对香港跟中国大陆的贸易的出口的啊比重，从过去在马先生时代将近45%，那么去年底的话大概35%，现在大概30%，但是30%是很重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啊太快的下行，那么对台商影响就比较大。而且呢，目前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情，在中国大陆的资金跑不出来，你卖的厂也没人买。那么实际上这两天华尔街三个大咖，包括 Goldman Sachs 啊，包括摩根斯坦利，都在公开抱怨在中国的资金汇不出来。对，所以这表示说中国的外汇存底名目上虽然很高，实际上比我们想象要来的紧张很多啊。那这个情况就涉及到台湾的部分，我们去怎么样因应目前啊在资金链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最近我们还发现一件事实啊，不管是台商也好，或者跟台湾有关系的我们讲说大陆的一些朋友们也好，包括陆配最近突然对台湾的兴趣都非常的浓厚，突然这个申请台湾这个入境的许可的增加了非常厉害，那里面当然都带资金进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想法在，就是说作为一个有效管理的政府，对中国可能的未来的变局最好最差还中间是什么情况，在最差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冲击是什么，可能是包括社会的冲击、资金的冲击都有可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一个因应。第三一个我觉得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目前在这个媒体里面谣传，因为我没办法证实嘛，说中共成立一个专案小组针对这个川普带来的冲击要如何因应。我们所知道的是说这个我刚刚提到我们不证实它，是听说提了6项建议，一个如何分化美国跟欧盟的关系，如何加强跟欧洲的结合这个里面当然都很重要，如何在外面宣传美国等等其中有一点红色这几个就是说坚定原来2027年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承诺，而且呢不要再依赖过去的经济胁迫，因为太慢了，
而且照这个发展的话他们也来不及，所以应该要采比较剧烈的快速的手段。当然其中一个老师也很清楚的，比如说像斩首，是类似这样。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在过去的兵推里面都认为是说中共对台湾实施这个武力的这种攻击事件的可能性相对来的低，那么经济胁迫比较高，但是因为虽然可能性低，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美国最近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的学者就讲是说，习近平现在是走投无路，政治的地位受到挑衅，他军事的主导力位包括在军委里面，那这个等一下沈老师可以讲的更多，里面很多的变化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内部的斗争极度的剧烈，那如果他想要不下来，在中共这种情况之下，你如何对待李克强，人家不会拿来对你吗？那么这个在集权国家里面的领导人的命运有的时候是一个历史的轨迹的重演而已，那如果他要保住他前卫，有没有可能这位学者就讲到是说他在最后一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虽然可能性低，但是我们要预防，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因为目前全球包括现在的欧盟，他想要分化欧盟，可是我们看新任的欧盟的这个其实他是重新续任了啊，这个 Van der Leyen 他其实对中国态度是很坚定的，然后呢新任的 NATO 的秘书长他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在两年前也许有机会分化美国跟欧洲，但是现在欧洲对中国基本上还是非常的警惕啊，所以呢即使美国不可靠，他们也不一定要靠拢中共，所以在全球的变局之下，我们大家这样看啊，台湾必须要很慎慎的看待，我们不得不小心来面对未来这几个月啊，当然很重要，中共内部的政局能不能稳定下来，如果不能稳定的话，我们这样讲，经济一旦受到重创，以他目前的失业率跟目前的所谓的张献忠事件啊，或者是说无差别的流血事件，还有这个骑脚踏车事件，这个东西一直在累积的时候，会越来越深化。到了明年，因为他们年关是还债的高峰期，年关过不了，到明年，因为什么人最大？不要命的最大，如果这么多的不要命了之后，对他来讲是一个大的挑战。这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一个因应川普即将对中国的战略那出重手，同时释放出一个中共智库小组的建议，而且六点建议这么具体，观众朋友，你觉得你想到什么？其实根本不是在带风向。一个智库小组所做的建议会轻轻松松让陈老师就拿到了，然后具体告诉你，跟说我们要蛮干。2027我们要完成台海作战，这告诉什么？就恫吓你，川普，我手中有筹码哦，我要在2027年之前对抗你的贸易战、你的经济战、你的外交手段，而且呢，我要全面搁置所谓过去封锁作战、占领外岛的方案，我全力准备突击，以求在短时间内完成台海作战。这个是什么做法？我觉得这个带风向，增加自己的筹码，态势太清楚，太清楚了。老师，你再补充对吧？老师，对，我觉得这几个建议，这个把大家当白痴吗？怎么验证啊？就看他怎么应付这10%增加的关税就知道了。是，如果他退缩退让，表示说对这个是作文写得很好，是，但是你有没有筹码？你有没有能力做？是，譬如说孤注一掷这件事情，孤注一掷，他到底是？如果失败呢？那习近平会怎么样？或者中国会怎么样？我们看起来就是从三中全会之后，你可以看到，政治局常委这几个人，他出现在媒体的频率越来越高，那表示说，这个大家都觉得习近平好像在分散权力或者稀释权力。哇，来，这个保留，这个保留。来，观众朋友，来，我们休息一下，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谈中国内部的一个呈现最新的状况，而且你知道吗？他的陈抗事件是创下空前的一个记录了。不管是川普对中国，他习近平要对外跟对内都面临到空前的危机跟挑战，他可能真的狗急跳墙。那问题是你有筹码吗？你有这样的实力吗？来，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我们第二场课马上回来。谢谢在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等一下跟你谈的议题当中，包括中国内部最新情势，以包括了博瓜瓜，包括了中东的最新情势，因为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前。这两个月当中的60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拜登捷足先登吗？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回来。